即将在大年初一上映的贺岁电影《功夫瑜伽》中，成龙、李治廷、张艺兴组成的功夫三傻，一边斗反派，一边跳舞，武打一路好不热闹。成龙大哥带着小鲜肉们跳了一支功夫瑜伽舞，洗脑的神曲，魔性的神舞，别具印度风情。这支舞蹈是剧组专门邀请到印度国宝级编舞大师编排，将中国功夫和印度瑜伽动作进行巧妙结合，因此功夫瑜伽舞也成为了这次功夫瑜伽全国广场舞大赛指定的必跳舞蹈动作，同时也欢迎大爷大妈们 freestyle。 那么接下来小编就请各位小伙伴们一起看看功夫瑜伽的 NG 花絮吧。关注第一首映，大家好，我是范冰冰，我是 Angelababy， 我是陈坤。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Hello， 大家好，我是成龙。